不会再为你改变，只怕旧人气消耗殆尽，或者用力的喘息。他是被选择，他在学校有小范范之称，他们都在模仿他。他昏迷了4个多月，快5个月。本来医生是要判定植物的，其实他醒过来，一开始唱歌就是都一直在唱范范的歌。其实他不还不大会讲，如果讲爸爸妈妈你听不出来。去那个水疗的时候放音乐啊，他嘴巴就一直跟着唱。虽然没有声音，可是那个嘴型是跟有完成心愿吗？有没有高兴？真的，他上舞台的愿望，所以你要更加努力，对不对？对，加油啊！慢慢姐姐再带你一起上台，好吗？好，抬起来比个耶，看看怎么比耶，厉害，加油！让我比一下。好，我们会等你。对对，耶，很棒哦。如若变成生命中的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。